差不多少钱一样会？哎呀，报了十多万、嗯，大部分报了啊，能报到90%。这个兜底很重要，对，嗯，因为将来还是这样，这是将来还会长期会。那你现在这个地是自己在管还是流转了？流转这也笔钱吗？啊，就是了，零点几万块钱。不愁吃不愁穿两不愁，这是咱们都是直接看到了，我们就坚持这个真正的好，谢谢谢谢。这是哪一年搬过来的？去年白花莲的。这好像是吧，幸福多了，幸福多了，红天道真正好。谢谢你们住的房子啊。好嘞，好。现在这些衣服啊，这些被子啊，够不够用？够用，够用了，还行。这粮食看来这都是没问题的，全村都没问题吧？如果没有党的关怀，我的地都不上去。他的面是共产党救的，他做手术。中国人说话，中国共产党说话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说话是算数的，我们还不能停步啊！接下来向第二个百年新风一样。迈进！全体中国共产党员，党中央号召你们，牢记初心使命，坚定理想信念，践行党的宗旨，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，干在一起，风雨同舟，同甘共苦，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，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。